是哦，囥爷食伊款芳味吼，已经袂完了耶。啊，佮即款胭脂哦，人家来讲要几分红色哦，嘛袂完了耶。你看是毋是爱去补货？委托后那边呢，我要去打听一下货。反正这几天我不在的时候，辛苦一点了。没有，我已经很好了，就绝对不会去跟我阿姨去帮的。胡妈妈，奶奶菜啊，快来啊，哪菜有什么？啊，好，青菜啊，啊，这个青菜哦，其实不错呢。不是，还没称呢，多少钱？不要紧，带回去吃啊。哎呀，我怎么开始白吃你的菜呢？你又不是我媳妇儿，多少钱呢？我只是想说，我们只是做朋友，他们不要客气啦。真的没有其他的意思。来啊，你快坐。我知道我以前对你的态度不好。好，我等着你。可是现在，咱们不是挺投缘的吗？你又何必一定要拒绝这门亲事呢？胡妈妈，你在说什么？这件事我已经跟胡先生讲得很清楚了。要不再看看其他的菜？哎，其实我今天不是存心来买菜。妈，我是哎，你想说过了吗？那算是逼他吗？我哪有逼他呀？我这不是好好的在跟他说吗？好了，你要买什么，我帮你带回去，你先回去。不是我还没说完呢。啊，我们要做生意啊，这里人那么多，你敢要谈这个，不怕人家难看的吗？来，那我还先、啊、回去，我回去再跟你谈吧。来，我来等等。不气啊，他自容易脑部不好。他做艺术，什么叫你做艺术？幸福，你根本一点艺术都无。不就啊，阿舅，你今天环境还好哟。我有啥感觉？今天看见谁了？燕子，我妈也是一番好意，可是她不明白你，你不要介意。我不会介意的，可是哦，我希望你回去的时候跟你妈妈的好好说，不要会让我很难做的。我一定会。你放心点吧。玉莹啊，俺看您是坐一盘休息两点，我看没什么人了，哎，走了算了啊。哎，谁说没人呢、啊？你不就是吗？你坐下，煮碗面给你吃。嗨、哎，姐、啊，俺最近实在没有饭了。哎，顾妈妈。哎，顾妈妈，你怎么了？我们当真是年纪大了，变成老糊涂了。你看我们处处为孩子着想，他们不但不领情啊，还嫌你多事。你，哎，伯母，又是什么事惹您伤心啦？还不是志荣怨女那档子事吗？哎，您怎么还不死心呢？我早就说过了，怨女那个女人是惹不得的。你看看，现在果然麻烦不断了吧？哎，我看他们这件事啊，您就少操心吧。我也想不操这份心呢、啊、可是志荣明明喜欢他，他却又不追，我就想给他帮个忙，他还嫌我烦。你看看志荣怎么可以这样说呢？他怎么可以陷你呢？胡妈妈，你没事训训他就好了嘛。哎呀，万金，既然志荣不知好歹，那就算了嘛。伯母，您是好意，可以给人家领情啊。我看月女啊，八成就是看准了这一点在拿翘呢，您别理他就行了。不行，我得想想我怎么跟他说去。哎呀，这地怪嘞，这种农哦，都没错，管你几样事情。那今晚俺俩弄部天一个再讲哈。哈，这件代志本来就不妥当啊！嗯，你说出去，那不是白弄。那是月女姐没这个意思，要不然有什么不妥当？哼，这就是月女姐啊，比你们聪明的地方啊，她早就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。要唔过这件代志是歹讲的呢，你都唔知道志荣伊老母活该活到这样嘞，我得靠哦，给讲几下不行哦。嗯，你讲阿舅啊，如果那是你，你是不是赶紧去叫吧？喂，你来后面讲啥？你都不是碰到对面啊？你现在，安尼就差不多。现在是因为月玲姐死了丈夫，才会有这种事。你总得替她想一想啊。我知道啦，所以讲哦，我说志荣啊，你不要想啦。如果他现在跟月玲姐啊
像这样的话啊，别人就不会讲话啦。啊，如果他想跟燕妮姐结婚的话，这是我跟月柳之间的事，我希望你们不要再搅局，把事情越弄越复杂。没啦没啦，你自己都想回回公公的娘了。当然不行啊。朱荣啊，你安凶我老婆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我只希望一切好像以前一样，我真的不想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。好了，我们哦，以后不再提起这件事就数了。谢谢你们。大吉，龙马力。哎，你这两天到底跟妈说了些什么？我没说什么，我教她我跟月里之间的事不要再插手了。真的只是这样？我看妈整天发着呆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，我就不相信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有这回事吗？那我去问她就好了。妈，志荣啊，你回来的正好。我一直在想，那天我冒冒失失的跑到你家去提亲，也难怪人家不愿意呀。对吧？我这件事你以后不要再管了。不，我想请个媒人来，一来呢表示诚意，二来呢他们比较会说话嘛，这样李家就没有理由拒绝了。妈，你怎么还你根本就不明白，这件事我们这边一头人是没有用的。志华，你也很清楚嘛，你跟妈说嘛。我是很想帮你说说看啊，但是妈这么热心，我们看就照了妈意思试试看吧。试试看不行了，妈，你真的找媒人去李家提亲的话，月女一定翻脸的。月女不会这么不近人情吧？你话是没错，可是她坚持不愿意的事，她不会那么容易改变的。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做呢？我要你跟我去跟她说清楚，这件事到此为止了，你不会再逼她跟我结婚。哦，你真的不想娶她？是想啊，可是不能这样子做吧。好了，这事妈做主了。妈不要了，你跟我就说清楚好不好？哎，你这孩子真奇怪了，有什么需要说清楚的吗？快别担心了。妈，志荣，你要干什么？妈这么做是为你好啊，难不成今天要大吵一架？志荣，哎，静，静有人缺音。老叔叔。谢谢你。有件事我想好好跟你谈一谈。好啊，你说啊。今天早上我妈跟我说，她要找媒人到你们家提亲。怎么，这不是让我很为难吗？这事情如果传出去，我会给人家笑，你知不知道？我难道你真的觉得这件事让你那么难堪？假如我跟你结婚，很多人赞同啊。问题是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，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接受你。如果说硬要我嫁给你，会害到我们两个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，最近就是为了这件事，我跟我妈闹得不愉快。那你就好好的跟她说嘛，不要让她伤心。如果是为了我的事情你跟她吵架，我心里会很难过。如果她坚持这样子，我也没有办法。那你就好好的开炮给她听啊，让她知道我的心情。我相信你妈妈不是那种不明白事情的人嘛。好吧，那我试试看吧。说好哦，他不可以让他伤心了，他更不可以跟他吵架，你知道吗？那你更会答应我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那我先走了。再见。你那做事是不是我家外甥？这一定不是来这一切原因啊。我大孩子要好好养老婆，我特别看到北京好好老婆。不讲以后啦，现在就要请他有好教育用啊。对啊，我现在老婆好老婆受气。对啊，我读书够认真，无好不烦恼啊。呵呵，还可知影你拢无乖，真正是。